原标题：美国档案馆收藏的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珍贵照片。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上将佐在怒江前线查看火炮。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在怒江会通桥上的羊角峰野外吃饭。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上将又检阅远征军一支机械化部队左卫龙云。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在怒江会通桥上的羊角峰上观察中国炮弹对日军占领山头的轰炸效果。1944年6月4日，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在怒江会通桥上羊角峰研究作战计划。1945年1月28日，在一条公路的通车仪式上，卫立煌又二在检阅中国驻印军远征军，最左边是孙立人、卫立煌和何应钦。1945年4月2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祝贺卫立煌又荣升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10月，前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上将和夫人合影。以上照片来自美国档案馆收藏的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珍贵照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